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熊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算是写程式会用到的一个函数。那我是用 Excel 的方式呈现，因为我们在写程式，我们通常都会打一些注解。好比说，现在这个 Arduino 它里面有一些范例，我随便开一个范例。那这个是 SD 卡的 rewrite 范例，那上面这边就会有注解，就是说明它这个程式，大概是怎么接啊，怎么接法，那这一行那一行的用途是什么，像这样。倘若各位在写自己的程式，自己有备注，那可能你有时候要卖给别人，或者是跟比较不熟的人分享，那你想要把注解拿掉，或者说是我有遇过。网友有一些就是要提交给老板，那老板不想看到那些注解，好，所以他会要求我们拿掉。那通常这些注解会掺杂在我们的程式当中嘛，所以我们要一个个拿掉是非常麻烦的，要一个个删掉。然后也有网络上面有很厉害的网友，他也有写 C 的语言，那你可以把你写好的程式全部丢进去，然后汇出来就已经完成了，就是自动把注解移除。那因为我自己在看那些他们写好的 C 语言，我觉得有点复杂哦，可能是我比较笨，我看不懂。那因为我在工作上常常用到 Excel 嘛，那 Excel 它有一些函数，好，那我就用 Excel 的方式，算是比较简单、比较笨，好，可以直接把这些注解移除掉。那我写好的这个 Excel 在这边。那通常 C 语言的注解就是有两种嘛，一种就是单行，一种是多行注解。然后如果今天您使用的是其他的语言，那有像，就是 SQL 它的那个注解是两个杠，它是用两个杠。好，所以我这边就会把列出这三个，就是可能不同语言它的注解的方式不一样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 Excel 到底是怎么用呢？这个 A 栏从 A3 开始到下面的 A1 15000行，这些呢就是放入你打好的程式包含注解。好，那中间这一行是这个 Excel 在处理用的，所以这 B 栏就不要理它。那 C 栏就是它完成之后会把它全部修在这边。好，所以我今天就随便找一个范例的程式码，那我就把它全部复制起来。哦，倘若我今天要交给别人，那这些注解要拿掉，那我很简单，我就直接选 A3，然后直接贴上。我刚刚有复制的贴上。好，那贴上了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 C 栏哦，上面这边原始的程式这个都是注解，所以这些都空白。到这个 include 这个程式码的时候，这边才开始出现。那掺杂其中的像这一栏A29，这个也是注解哦，这边也不见了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会自动帮你移除。那针对这个多行的注解呢，就是像前面就是像这个 A3 开始就多行注解嘛，那我中间这边就会做一个判断，就判断是不是有遇到这个斜线米这个符号。那如果有遇到这个符号，我这边就会打 CS。那针对这个 CS 的意思呢，我在右边这边也有说明，这就是 command star，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取的啦。当然，如果英文的意思可能不是这样叫的啦。好，那就是 star，然后这些都是中间的注解嘛，所以我就用 CC，就是 command center 这样子。那最后一定会有个米斜线，这个就是多行注解的结束。好。所以你今天如果多行注解不是这两个符号，你可以自己来修改。好，那我所谓的自己修改是，今天你单行注解它的符号是两个左下右上的斜线，然后两个。那我今天如果把它改成两个减，我如果把它改成两个减，这些注解就会浮出来了。好，它就是判断，它就不是判断这个斜线，而是判断两个减。好，判断斜线。好，那我现在再把它改回来。像这样，那它的注解又消失了。好，那我这个函数主要就是去找寻那个
就是注解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如果从开始之后，它的右边的东西就都不要了，包含这两个斜线。好，这程式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如果是多行注解，如果它是遇到这边有字的话，这边也就完全都不纳入参考。那它处理完了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复制哦。啊，我就从开始有的地方开始复制。好，它这个范例程式算蛮短的。那这些复制起来呢，我们就开一个记事本，开一个记事本。那直接在这个记事本里面做贴上。那这些就是已经处理好，批次移除注解的完成的程式。好，所以这个批次删除注解这个，我看人家用 C 语言写是有点复杂啦，那我就用 Excel 就是简单的兜出来，它可以这样做。那当然，如果各位的程式非常的冗长，超过15000笔，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量。那因为我这个程式，我往下填满，就只有填满到15000笔，所以各位如果要再往下，可能到20000行，就是自己再往下填满，其实就可以了。那因为我这个我有设密码，密码其实就是0000哦，上面有写，好，密码是0000，因为我怕各位动到这个程式。那如果各位要解除密码，就是直接取消保护工作表，然后打0000，它就解除了哈。啊，很简单。那刚刚有提到，如果各位要就是扩充这个程式码的话，就是直接往下拖，直接往下拖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希望这个 Excel 表可以对各位有帮助。好，对我来说是蛮有帮助的啦，就可以省掉很多把注解一一砍掉的时间，好，就可以省起来。那在右边呢，这边有我的部落格连结跟我 YouTube 的连结。那如果各位觉得我提供的这个档案或者是教学有帮助，那也欢迎各位来我的 YouTube 或者是的 blog 好熊的开发来按个赞来看一下。那就是感谢各位的支持。那这个档案会放在我的 blog 里面有连结可以直接下载回去用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好，谢谢各位。